好，我觉得这边观众真的太鬼了哈！临时抽卡要来打这一次哥吉拉的最后一个地狱级基多拉王者基多拉的关卡哦。好，第一关数字盾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对神下的减伤幅度真的很大哈，就是手消，他也不是看手消啦，你如果有时候天降下来还是会被害到，他就是六康以下有减伤哈。好，那这边的话，第一关就是慢慢减伤，稍微洗一下技能啊，也顺便叠评价值哈，可以看到我们的评价值已经悄悄的来到21了。好来，这边雪未来的技能是也已经开下去了齁。好，这边天降来到八康，带走右边吗？没有。好，那这边看要不要把机械下马西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点补下去。好，这边机械下马西都还没有开哦。好，那现在 CD2。左边那是 CD2， 这一回合没带走的话，如果是下一回合带走，他就还会再打一下过来。好，这边带走 ，OK。来，接着第二关是指定六康的火焰地。好，这边行动值也都来到100了哈。他这边有带一只机械的美杜莎。好，这边直接把一窝座跟机械下马西开下去了。好，那这个手消六的特殊转法在我频道有啊，这个其实也是 JD 提供的啦。对，就是当初他整理了一窝座的手消版面哦，那请我拍成影片啊，所以如果要看手消六七八怎么转，我频道也有影片可以让大家参考哦。好，来接着第三关，这边是石化，那因为整版都是机械族机械强腐蚀哈，所以这边的话是不会被石化的。好，那现在被打了之后，机械下马西效果消失，哇，这个居然硬扛扛得住哎！好，这边有消掉啊，只要不要四颗打过来，好像都没事嘛，三颗也都还扛得住。好，这边是直接电击住他了。好，那也没有要去叠石化啦，就是慢慢把它消掉这样子。好，那最后四颗一起消。也没有，在等这个电击的回合过。好，还是留下来一颗，不过没有死就好。来，这边冻结盾伤害只剩百分，没有冻结伤害只剩10%哈，然后还会给你一个 X 燃烧。好，这边四只角色都开了，一窝座机械下马西，然后再来雪未来跟神下。好，这边就直接消一个满版，那等一下神下也会。好，神下这个应该是因为那个哦。应该是因为一窝座先降完了，所以神下就不降了。好，这边是把龙科也开下去增伤，这边真的很需要一个大爆发哦，因为这边也没有带任何的冻结角。好，这边直接灌过去，打了28亿。来，下一关是回复颠倒。好，那回复颠倒对这一队来说也没有，哎，不是，还没到回复颠倒，这边是让你洗技能的地方，这一关完才是回复颠倒。对，因为太多在这一关洗技能的，我直接把这一关略过了。好啦，那这边是一个手消全木跟红绿灯的哦，那他们也会能力继承，一直是打40000多。好，这边哇，手消九康，天哪、啊，太漂亮了这个版面。好，这边是先带走右边啊，手消全木。好，这边是可以再洗一下雪未来，不啦，应该说神下啦，神下的减伤幅度真的是太巨大了。好，这边有拉角色猪出来玩一下。好，雪未来跟机械下马西再开下去。好，那这边 EX combo 也已经来到39了哈，39赛高。好啦，来这一只的话就直接带走了。那回复颠倒，好，回复颠倒加整版锁定，可是因为现在是机械强腐蚀的关系哈，所以就没有被锁定住了。种族腐蚀真的还蛮好用的啦，因为有些时候可以直接内建防御障碍猪哈。好，这边开一窝座下去，可是这个不是二消版面，应该说这个第二个技能是没有二消效果的。好，这边转一个七康，天降来到八，好，带走没问题。好，那下一条血是手消指定 combo， 一开始是四康哦，那这边的顺序是4 7 5 8 6，所以下一个是七康。好，七康这边的话比较吃版面哦。好，
而且这队没有延秒，只能靠龙科去延了。好，接着武康这边还有一个失误空间啦，机械下马机会帮你挡哦。可是如果第二次就没法躲啊，除非你的机械下马机有再跳起来。好，八康就比较吃版面咯，而且还要一边转那个评价值齁，不能让评价值消失掉，不然就会很可惜。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版面的排列，火珠切两组，新珠也是。好，不管怎么样，这边先电击住一回合。好，他等一下用 U 转来排齁。好，这边的话是已经排了四康出来了。好，这边八康直接转到 OK。突然觉得机械美杜莎也蛮好用的。好，那最后是六康，这边现在也还有被电击住，所以你有失误的空间。好，这边直接转到六。那你有转对的话，他就会自己慢慢自残了吼，也不会打你。好，下一关是攻前盾，啊，这边是打七万八无视减伤，可是机械下马西可以先帮你挡下来吼。好，这边有一个燃烧轨迹，还要手消指定八。好，这边先挨一下。好，机械下马西看我们要补下去齁，这边应该是用一窝做的特殊转法去转手消八。好，机械下马西没有补下去哦。好，这边八，来带走没问题。好，那现在机械下马西是因为有角色猪的关系齁，弱化一回合。好，那王一这边的话，伤害只剩 1%， 然后固定，欸，也不是固定扣血啊，越扣越强，一开始是扣60哦。好，这边伤害可以正常打出去了，来这边把机械下马西开下去，好，神下也开了，好，炸掉木案。好，那等一下二血是会根性变强哦。好，这边再拉一个机械下马西的角色猪来用。好，这边带走没问题。来，二血会有一个根性变强，然后电击你的全心。好，那这边它是无视控制的，所以这边不能开机械美杜莎去电它。好，这边把龙克开下去。好，这边是打算直接延迟掉哦。好，那每回合也会引爆光来回自己的血，一颗回 20%。血未来开下去，哎，一窝座开下去，哎，这边现在没有机械下马西哦，难道要直接硬拼了吗？好，这边再拉一个机械下马西的角色猪来用。好，整版的水魔掉下来，水魔强。好，这边是直接触发 bug 灌过去哦。好，那感谢 JD 帮我们用了血未来临时抽通关这个地狱级，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拜拜。